家好，今天是1月8日星期一，是讲资金的流向的。其实资金没好流向啊，是不是来去都是这么NG，所以没什么好讲的。其实好了，再跟住啊，来来去去由流出100多亿到只流入10多亿，又是没得好讲啦。好了，在这里盈富基金做得多的，以为他有流入他会升啊？不是，人家流入呢可能是补仓，可能做其他样东西，所以一样呢都是会跌。流出了的话呢，这些更加不用想了，那就一定跌硬。北水来来去去，现在就唯一希望就是这个北水是累积些少上来，咁累積些少上嚟，好似呢度咁樣累積累積累積，咁就可以有一度上升啦。啊，只有就係咁樣期望嘅啫。今日上升嘅板塊得兩個，唉，好陰功啊！咁啊，上升嘅板塊入邊咧，升得最多係煤炭，其他有其他金融同埋農業產品，咁啊，鐘錶珠寶同埋有其他。其他啲三個都係跌嘅，煤炭呢度咧，南窩壁、蒙古能源呢都升到叭叭聲，64%、22%、11%、7%、6%、6%，呢啲都係升嘅。再跟住有其他金融，咁啊，其他金融啊，即係話買啲其他數字貨幣啊，依個其他嘅依、這個呢啲嘅咩藝術金融啊，咁呢啲都好恩珠嘅。咁你以為你買咗入去可以贏好多咧？到時你未必能走得到出嚟。咁啊，再跟住農業產品，農業產品除咗個康德農牧係大隻啲之外，其他嗰啲都係好細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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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。咁啊，再其次就有依個鐘錶珠寶，咁啊嚟嚟去去都係得嗰啲咁嘅係股票，係得兩隻升啫嘛。由於依個有23%，咁啊帶動到成個板塊好似好升咯。咁啊，仲有依個其他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要其他啲依、這個啊匯豐中國農場基金啊嗰啲，因為佢冇跌。它沒有升，所以就起回這裡了。所以今天的表現的事是絕對不好的。期指方面，我們看到上去之後受到了這個通道頂的阻力頂住，出不去，再跟著下回來，那之後是不是一定會死呢？又不知道，你要看它可不可以是守得到起这个水平那里，守得到这个水平这里。如果能够守得到这里的话，即是15800呢，那就后市比较好一点了。那是不是真的守得到这个都是属于怎么讲好呢？是即是期望啦，希望啦，能不能夠真的做得到不知道，等明天。好了，那再其次之後呢，那我們跟著留意一隻，就是京投交通科技。